别那么麻烦，简单点，直接对拜吧。好呀。廖老来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师傅呢？所以我问，师傅是分不起，没从出门。有没有其他活着的同伴？我现在就去找他。子祥，我快不行了，你先陪我拿药。等我一下。子祥，我根本不在乎你是人是灵，我愿意为我的爱付出一切。现在我要看看你为你的爱能付出多少。师父，外面狼灵在此。是魂香。一切都是为你准备。10年前，我托你满门，在以人形救你，博取你的信任，收你为徒。这一切是因你身怀万灵珠。先不问这枪不狠，这父母之仇，不得不报。那妖狼的行踪可有发现？不知，你在此。哎，现在妖狼西药已经10年了，你这遍体生寒的毛病。我还是未能治愈，心里惭愧呀。摄魂香，这便是我的心魔幻境。没错，我一切
就是你准备搞老婆，在成为龟兔海之前，是个懦弱。他们叫我杂种。高阳狼，你尿裤子啦！我长这么大了，怎么可能尿裤子呢？ 听说你是灵族，哦不，是杂种，咱们尿他一身，看他变不变身。你家高狼狼竟现出狼形，看我家孩子像，当初就不应该让灵族进我们高家门。我没错。啊！畜生就是畜生，野性难寻。所有人都欺我辱我，只因我是个弱小的灵族。人类灵族，在我眼里并无区别，我对一切。 都心怀恨意，只渴望力量。力量才能改变这一切。有了万灵珠，我就能开辟新的纪元。这一切的一切，难道就是为了那万灵珠吗？这么快就想明白了，真不错。你是赢不了的，你永远都是那个可怜虫。 在换子，照样杀。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宇宙，宇宙。 知道了，那是自然，否则你还打算骗我到什么时候？这该死的灵！